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站上宣传车，双手比出二，遇到支持者夹道欢迎，也刻意放慢车速，一一握手。陈其迈车队扫街行程，最熟悉的三民区当然得优先把握。在三民区的服务处，23年我都没有打烊，用剩下10天的时间把38个行政区全部都扫透透。在三民区感受满满温暖，面对对手韩国瑜正闭关准备19号辩论，陈其迈有何妙招应对？应该要利用时间多走走啦，哈，临时抱佛脚啊，或者是说，这个不接地气。恐怕大家不会认同。持续把陆战打扎实，陈其迈也打出514牌，也就是他的妻子吴宏吴医师发布守护孩子相信高雄影片，由吴宏担当主角，阐述高雄就像是经历50年家暴的孩子。民进党用了20年修复，准备要起飞。话锋一转，反击韩国瑜又老又穷，说再来我们就准备要跑要跳。这个时候，那个持续伤害你51年的人又跑来。嬉皮笑脸说：“你又老又穷。”不是我夫人帮我开记者会了，是夫人要开记者会。她是高雄的媳妇啊，也是这个在高雄的一位母亲啊。那我相信他其实对城市观察，他有他的想法，我不敢代替他回答。选战最后冲刺阶段，陈其迈牵手吴宏分进合击，力拼冲高选票。欢迎新闻连环凯江元春高雄报道。